可以感觉到格外的轻松，格外的放松。那下面呢，我们就是乘胜追击，再来提一个过分的要求。对，我很喜欢听你唱歌。你们喜欢吗？喜欢。虽然呢，我不是什么职业歌星，但是呢，我唱歌真的也不错的。这些年很难得听到成龙大哥唱歌，除开是在一些慈善的活动上，而且公益活动，对，他现在也不发片，然后呢也就是很少去参加一些演唱会，但是今天他要为我们的孩子而唱。你今天唱什么歌？像大家准备好的那么多年的我们也辛辛苦苦申请了百年的奥运会的歌，就是 We Are Ready。 欢迎成龙。谢谢。看见未来，一起用汗水来灌溉五种色彩。一天一天的等待，心情更加澎湃，创造最大的舞台，最豪迈的时代。这片土地已经准备好，打开梦想起飞的号角，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 We are ready，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 We are ready，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超越了自己，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一分一秒的等待，这终于到来，满天灿烂的烟花在骄傲的盛开。这个路途已经准备好，带着笑容来向你问好，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 We are ready，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 We are ready，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超越了自己，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谢谢。